有一款像我这样的人比较好，就是有人说，哎呀，我想跟你说一点我的这个我个人的一点私事儿，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说啊。他跟我说，我说你等一等，你可以选择说和不跟我说，但是至于你跟我说了之后，我跟不跟别人说，不由你决定，你还要说吗？所有的情况之后，我不说了。我觉得这个方法推荐给大家，很好，哎。你会省了多少麻烦呢？对吧？